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圆 O 啊哈，上面有 A、B、C 三点的 ，OA 跟 OBC 是平行的，那 AB 是根号42 ，RBC 是8了。那么他问说哈，那这个半径是多少？好，我们假设这个半径是 R， 那这个角度的话哈，我如果叫西塔好了。这个如果叫西塔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就等于多少哈？或是这个叫西塔，这个、叫西塔好了，那这也是西塔嘛？啊，因为这两个平行嘛，那这西塔，那这个是多少呢？180哈，减二西塔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那我就用。正弦定理了啊，余弦定理啊，余弦定理是说这个八哈，八是等于多少呢？根号多少？这是 r 的平方加 r 的平方减掉两倍的 r 乘 r 平方 cos 多少哈？180度减掉多少呢？二西塔。那这个呢，根号42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r 平方加 r 平方哈，减掉两倍的 r 平方 ，cos 多少 ？cos 西塔。好，那我给它平方以后，它把它展开来，那这个的话是64嘛，等于多少呢？这个的话，这个是2 r 平方嘛，那这个是。这是负的 cos 二，负的 cos 二西塔，哦，所以是负负得正。那二 r 平方可以抽出来，就是二 r 平方了啊、哦。那是一加多少呢？一加这个 cos 二西塔，好，二 r 平方一加 cos 呢，二西塔。那这个哈、哦，饼干平方42。等于多少呢？这是二 r 平方嘛？二 r 平方，一减掉 cos 的西塔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我们用那个贝角公式，哦，就两倍的 cos 西塔平方嘛，减一，那一跟一就消掉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先把西塔找出来，我就给它一除，一除啊，就64哈。除以42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二 r 平方消掉了，哦，就约掉两倍的 cos 西塔平方嘛。那这是一减掉 cos 西塔。好，那我给它除以二，32，二的是二一的二，二一的二62。交叉16减掉16 cos 西塔等于多少？21，然后 cos 西塔的平方了。21 cos 西塔平方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？这样的话就21哈 cos 西塔平方啊，加上16 cos 西塔，减掉16，等于0。好，那我带公式解好了。我带公式解的话 ，cos 西塔哈是等于多少 ？a 分之二分之 b， 负二分之 b 啊，就负八加根号多少？二分之 b 平方，8864减 ac 加上多少？16乘以21，二六十二，三十二，六三三，三三六了啊，啊加64，400，所以开根号就20了，所以21分之20减8，等于21分多少呢？12，3412，37，21，7分之4
cosine 西塔是1/4啊。那我现在哈，就给它带入这里好了。带入这里的话，这个可以约掉啊。这32哈，等于多少呢？这约掉哈 ，r 平方，然后呢乘以多少哈？乘以2倍的 cosine 西塔平方，乘以多少呢？1/4的平方了啊，1/4的平方，好这样子。啊，二约掉，2×1=2×6=12，可以完全开方了，这个16可以约掉哦，4×16啊，约掉对，所以 r 平方，r 平方就等于多少？7平方一过来，7的平方嘛，那 r 就等于7，所以答案是7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1。